动的《无极天下》这款游戏合作的。我很喜欢他们的那个 slogan， 就是我赢你赢了，我陪你无极天下；你输了，我陪你东山再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很适合这种团体，然后的那种感觉，对团结的力量的感觉，嗯，出了一些对幸福的端倪。那么九零，平时你会玩这款游戏吗？我还没有真的尝试过这样子，然后大概从明天或者是后天开始吧。好的，那看来很多的粉丝要到游戏里面来找我们的九零了。那么九零，你对武极天下还有什么样的祝福的期待呢？当然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就是很享受这个游戏，然后因为它是还蛮公平，就是一步一脚印，然后可以号召更多你的朋友来这边玩。然后我觉得它的这种虽然没有那个地域的限制，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上来参与。好的，我们相信天后的选择。那么非常感谢蔡依林对武极天下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高潮的环节，让我们再一次请出我们巨人网络的总裁季学峰先生和巨人移动的副总徐博先生上台，与蔡依林小姐一同进入启动仪式。